大，我俩那会儿还聊这事儿呢。我最近今天还说了呢，刘总。那人刘总方便说吗？最近又买啥了？操！我今天还跟他说，跟严明那说呢。这你妈一月零花钱他妈六万到二十万。严明说他也要，根据个人需要，哪个是减肥的，是蓝的不？我就记得我总给我推的是蓝的。感谢刘叔，莫非刘叔，感谢刘。你跟刘总聊会儿吧，正好我酒快喝完了。完事儿了，完事儿了。这么着聊一样，这么着聊一样。他老刘不也挺喜欢看你吗？这么着挺好，挺好。我听成 life 还以为什么不知道，那我不知道，我就管他叫 one life。青岛母语，咱都是 English， 你听不懂你算你。青岛母语。最近真的一个 W 起，我操，一个现在消费都基本一万起。买啥了？祖宗。我俩最近那天他给你发微信，我不知道你注没注意刘总，我就感觉吧，我俩他总说。因为他比较了解你，他说总感觉你最近我就问一句话，刘叔，咱他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兄弟？啊，兄弟，抽半根吧。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啊，跳舞看了看，没有，咱先不说这个。八嘎。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兄弟？我去上个厕所。嗯。你过来吗？那谁，秦总。这轩尼诗也是咱北京哥们儿啊，都是自己家哥们儿。咱啥时候是个头啊，刘叔？咱这一月零花就六万到二十万，零花钱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叔？哎，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兄弟？秦总那是不是还正准备打 Wonder Life 呢？正查吧，那赖我咋打的吧？啊，再播呢，正好今天哥几个都在。吓啥呀？都是咱北京哥们儿。那谁，刘少应该认识吧？啥那个那点点也是我现实的发小，一哥们儿。打完了，你吓呀？没看见啊 ？Wonder Life， 哦，看见了，分蓝色、绿色。瞎看，刘叔，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兄弟？北京哪儿？他在北京也好几套房子。他看那个跳舞主播了，应该。不过刘少，我跟你说，最近斗鱼这舞蹈区，实话确实挺开放的，吸引了一堆老头，我跟你说。啊，吸引了一堆老头儿，你就没事瞎鸡巴看看，挺好。你愿意上哪儿看，舒服就得了，兄弟。这东西没跟你说吗？网上也好，现实也好，消费图个高兴就挺好。但是我老感觉你最近压力挺大呀，啊，刘叔。北京我就圣贤站。真跳那肯定的呀，因为那天晚上跳我都没想到，所以当时都整个斗鱼都上热搜了，你知道吗？当时新浪微博第一，一下干火了。然后特别有意思是，这一火了吧，可能又回来一堆老头儿。我没跟你说吗？这东西很现实的一点就是什么呀？就跟你上歌厅似的，给完小费给你跳舞一个道理。米娜，那谁浩哥是挺棒，没跟你说吗？就跟新总一样，你玩这直播看那些女主播跳舞，其实就跟你上可能迪厅啊，给点小费跳嘛，就那种感觉。所以说斗鱼这么一弄，其实你要让我说也是件好事，你知道吗？起码斗鱼能有点活人啊，要不死气沉沉。最近贸易复苏赚了50个，那挺好啊，恭喜你兄弟赚50个。你他妈也没少看，还鸡巴扒了你，你他妈也没少看。刘少看他敢承认，你他妈看你都不敢承认，谁也别装逼，就他妈你他妈一大堆小号，好多女主播因为你都他妈来我直播间，你他妈真以为我傻呀？人他妈凭啥平白无故来我直播间跟我聊天，心疼。不过刘少你看看也快了，估计这刷完差不多，估计也该来了。我就感觉最近直播间莫名其妙啊，莫名其妙的，有时候可能会突然来个女主播嘛，
咋来的？没点逼数啊，没点逼数啊，兄弟，为啥来我直播间？没点逼数啊？我知道你刷不少，刘，我跟你这么讲，刘叔，还是那句话啊，我过去跟你聊，我过去跟你聊，我就不看这弹幕了。我跟你这么说啊，就包括新东也是，直播这东西啊，你就记住一句话，明白吗？你就记住一句话，知道啥话不？你就记住了，哎，大齐，直播这东西就跟你上夜店玩也好，包括出去吃饭，你开心就好。啊，人家爱你，我管不住，明白吗？所以说这东西你自己看消费能力。刘叔也好，辛总都是有钱人，大齐也是，你想咋玩你就咋玩，反正没事你就想着点我就行了。我有时候我多希望我自己他妈的也是个娘们儿啊，娘们儿来天是挺快的，所以你没看吧，那谁刘少一说一给女主播刷都是上万起步，你就给弟记着弟弟留口汤就行了，哎呀，只要给你弟弟留口汤就行了，我他妈也恨我自己，为什么他妈我不是女主播，我为他妈什么不是女的，明白不？开心就完了，别的也不说了。看直播也好，跟现实一样，跟消费一样啊。我刷牙洗脸来。跟现实消费没啥区别。哎，媳妇儿，你帮我个忙呗，你帮我弄个自热米饭吃呗。帮我弄完了，你再洗澡。对，正好我饿了，吃盒自热米饭。这浏阳这自热米饭可好吃了。开心就得了，刘叔想干嘛干嘛。新东也是，直播不就是这样吗？那谁有意思看谁呗，不就是这样吗？哎呀，我他妈要是女的该多好啊！我也给你扭个腰，刘总。你算了。我一扭腰，刘总说：“行了，今天晚上先不喝了。”你他妈扭完全跑了。扭完，今天啊，娘们儿占人口34.63%，你想分个梗，那肯定的呀。长得漂亮，女主播来1000块呀，我他妈也希望啊。那谁老侯，我他妈也希望我长得漂亮点啊。对吧，长得漂亮点吸引大哥嘛，人大哥能刷礼物嘛，嗯，但是我是男的，长太丑了，没办法。我也整整容给哥几个扭扭。你要说我长得帅也行，吸引点女富婆。拉倒吧。啥也没占呀。你长得跟卡不当似的。小杨可可前盟吧，嘿呦我这家伙压刘叔学坏了这逼。你千万别让你们家小凡看见。这逼学坏了，这逼！我刘叔竟然学会看女主播跳舞了，真是！你千万别他妈对地刺，你千万别让小凡看见，回头小凡他妈逮你。盖伦，金哥还认识我吗？你好，大哥，不太熟，大哥。啊，他假流了，你不也流了吗？你不流好了吗？我批了你是34.63%，挺好的，反正没跟你说直播这东西吗？喜欢看谁没毛病，你们想刷开心就得，刷礼物就跟你先说消费开心就好。看腻了，想着点我就行，明白不？刘少也好啊，辛总也好，奥多曼看腻了，想着点我就得了，别的不需要。我就正常混口我的饭就挺好。我要长得漂亮，我也让你玩玩地刺啥的。对呀、啊，刘少，你知道？那谁，秦总，刘那个轩尼诗刘少看，从我2015年刚开播的每两天，他就看我直播。他是来斗鱼看他同学，他同学不播了，他就看我，你知道吗？他真是陪了我差不多7年了，7年多了已经。我刘叔陪了我7年多了都。所以我就感觉嘛，最近我感觉我刘叔也有点压力大，也不知道现实咋着了，也没细问，因为他想说他自己会告诉我，他要不想说我问他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也知道他压力有点大，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法帮你，等会儿我把歌放。还真是，我刚才半天你说哪儿呢？看那啥？没歌，他妈的聊天有点别扭，放点歌。哎呀，我刘叔竟然学他妈坏了。
给人他妈当老头去了，王八犊子。都怪你，七年前咱们是兄弟。我跟你说，辛总，那会儿你要七年前早知道我在斗鱼该多他妈好啊！你他妈那会儿那么多号刷给我，该多舒服呀，兄弟！都他妈刷给我多好，还他妈给女主播开公爵呢，王八犊子，狗屎！你要早知道曹雷他们早跟你说我在这儿播该多好啊，辛总，好，是不是辛总？哎呀，怎么着，刘皇叔，这两天忙啥呢？刘皇叔，小凡那边咋样啊？小凡，骂街没骂街，我就说嘛，他妈要六七年前那会儿我正火的时候该多好啊！不过也行，这就是缘分。那会儿可能缘分没到，这回缘分不到了吗？你火速改名，嗯，还行，挺好玩。这手链多少钱？三千，你是自己留着还是卖呀？你喜欢你自己留着呗，那就，自己喜欢就留着呗。我俩昨天不结婚一周年嘛，给自己买了个手链，明白吧？那你送我啥呀？结婚一周年你送我啥呀？你送给自己手链，送给我啥呀？你送我328就行，我这游戏我开通一个月会员就行，328，你花3000，我花328可以吧？我不行，我得花5000多。我刚喝完，我俩回家，行。你这也是，我跟你这么说，那谁，辛总，刘少也是爱喝酒，有时候夜里一边喝一边聊会儿，你知道吧？所以你这也注意身体吧。你俩我发现天天他妈喝呀，你等着，哎，不好意思，臭味。你等着啊，你最好悄悄结婚，不然我必大闹现场。我俩不办事你闹啥呀？什么游戏328？没有，38块钱月卡38。哎，不对，不到38，30。月卡30，不是38，说错了，30。啊，排毒排汗都给我弄。挺好。就当什么呀，去酒。我刘叔太上火了，叫啥？哎，等会儿晚妹给我干嘛了？这是？哎呀，我晚妹给我转328。哎呀，我这晚上没睡的。晚妹。哎呀，我晚上都睡觉了呢。我给你退还了啊，30就行，宝贝儿，你看。你看我晚妹多好，说给我转38就30，不是38，宝贝儿，还是我晚妹好。我家女粉比他妈她对我好。晚妹在呢，应该晚妹没睡，她应该看着直播呢。晚妹她没睡着，晚妹晚妹开玩笑，晚妹啊，晚妹开玩笑，不发了，宝贝儿。真有原则爱了，我给你退了，宝贝儿啊！开玩笑，让他充就行了。你们刷那么多礼物，30都不给我充，天天他妈就在那装鸡巴可怜，跟我弟弟下三滥，天天装可怜。晚妹儿，谢谢，有心了啊，宝贝儿。要不我也开播吧，我不会有心还行不行？大丸子，怎么着，辛总？刘叔今天喝了多少啊，宝贝儿？没事，让小凡给你刮刮痧去去火，挺好的。刮刮痧给你，正好应该，我不知道小凡会不会，他那个正好不用那美容店，应该能会，都会刮痧。你这火气太大了，刘叔，该他妈刮刮痧了。刮痧是最去火的，宝贝儿。挺好，自己家店还能随时去，方便。要不你就喝点豆汁也去火，但是我估计你还不爱喝。怎么着，新叔？我不知道。因为我刚看见婉妹刚给我发的，我也不知道她没睡，我不清楚。刚说完那个30块钱月卡，她给我发的，我也不知道她在。哎，勾瑞外兄弟，感谢勾瑞外也没睡呢，勾瑞外啊，我俩工地刚回来，还行，就少喝点，你俩，你让小凡也少喝点，听见没？让小凡也少喝点，俩人天天玩命喝。
我心总是没人陪他喝，一边直播看会我直播，跟我媳妇儿喝两口。你是哎，天天就是工体，就是天天就是喝，宝贝儿。哎，那谁叶导，你俩注意点儿。他行，他带个姐们儿跟家。我就特纳闷，为什么现在男的女的，尤其女人那么爱喝酒呢？我就真没明白为什么这么爱喝酒呢？我操！我跟你说，那谁，辛总，你看，你看，轩尼诗他女朋友比他他妈能喝，明白吗？你看那轩尼诗他女朋友比他能喝。哦，我岁数大了，喝不明白。不过说实话啊，你35岁老逼跟20出头小孩，你肯定喝不到一块去。你按人家那话说了，我们这小孩20出头喝酒，你他妈一老逼给我们喝什么呀？喝半天你都聊不明白。那是嫂子，你跟我说不带，就是不带你玩啊。咱说句实话，你岁数也不一样，能跟你就是岁数大的人跟岁数大有的聊，你知道吗？跟我聊、跟你聊明天吃啥。所以我没跟你说吗，刘叔注意身体吧，兄弟还那喝呢，操。哎，你看我心里就明白，就跟岁数一样大的差不多人喝，没招，人不带你玩，刘叔自己玩吧，喝着小酒看会儿女主播跳舞挺好。你别走，你不要走啊，不要走，你扛揍吧，他前女友。所以你要是因为我不太会喝酒，明白吗？所以我就不理解你们爱喝酒的人。我觉得就是可能岁数大一样岁数的人一起喝，跟小孩就是怕喝也喝不明白啊。我看是啊，我知道。所以说你自己，你女朋友跟姐们喝，你自己跟家看会儿跳舞吹吹牛逼不挺好吗？刷点礼物。所以你没跟你说，你岁数大有岁数大的消遣模式，小孩可能就是一起喝酒哈哈一乐。所以说每个人消遣方式不一样。我是抽烟厉害，但是我不会喝酒。哎，刘总火箭，感谢刘总俩火箭。刘总破费扛揍是没问题，没问题，因为你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要说扛揍嘛。感谢刘总火箭。美食区有一个梗儿，就刚才我跟你说我那下三滥弟弟一般喝完酒得打呀，明白吗？所以说刚才问刘少这句话也是开玩笑，就是说你这么能喝可以，但是你女朋友扛不扛揍就完事儿了，因为喝完得打嘛。刘总应该能明白这意思。哎呀，那谁，刘叔，严明要再逼逼，我给他房管下了，直接封他。明白了吗？拿下严明便宜。我刚才我还跟，我昨天我还跟严明说，我说你别再说这事儿了，我都服了，我严弟。我昨天还说，我说最近刘少压力有点大，我说你别老拿这事儿开玩笑。严明头两天还惹把妹儿生气呢，完那天他妈吹牛逼聊天开玩笑，给他妈晚门又弄生气了，我都服了。我说严迪，我说你等人心情好时候，你开玩笑怎么都无所谓。我说他妈刘少本来最近心情就不太美丽，你他妈还拿人开玩笑，老张口小玩小玩呢。我昨天跟你说没说那谁严总，我说实话，我昨天我跟你说没说，我说刘少再来，我说你别先别开玩笑，我说最近刘叔可能心情不太好。然后那婉妹儿也是，我说婉妹儿毕竟是女孩儿，老爷们儿咱开玩笑，你骂我都无所谓，你知道吗？所以严明吧，有时候吧人是不坏，但是我没跟你说，我严总可能是骂我刘少啊，就包括婉妹儿骂我骂习惯了，所以他逮谁他跟谁斗，你知道吗？或者说他骂我跟我媳妇儿骂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是开玩笑啊，纯属开玩笑。严明人很好，但是有时候跟狗似的。咱不说他跟你拿你开玩笑啊，你就看我拉的时候，可能我20都过不去，进来一顿怼我，我也是忍着。严明是，明白吗？但是换句话说，你像刘少，咱家大哥晚妹，咱别拿大哥开玩笑，你懂吗？就说两句就得完事儿，哈哈一乐就结束，是不是？嗯，赶紧擦脸，擦脸我得卧倒。刘少，哎呦。
嘿嘿嘿嘿嘿，新总看看，新总，哎，这这么着看，等会儿啊，又高又美了啊，又美了又美了啊，我刘叔又高兴了，又美了，我刘叔又高兴了，又美了，我跟刘叔，没有，我说美严明，咱还是那句话啊，就你骂我就你就记住了，严总，我就是你的发泄筒，你随便冲我来就行。因为有些大哥可能有时候喝点酒性情了，你知道吗？明白吗？所以说就是有些玩笑咱不开，一个是刘少啊，包括婉妹儿，你要想开玩笑你拿我开，或者拿欣欣啊，欣总开，就往死骂欣欣就行了，欣总也扛骂呀，你往死骂他呀，好使，明白了吗？我给你推荐一新目标严明，但是压严明不敢骂欣总，你骂他呀，他不熟他不敢骂，就是熟，你知道为什么他有时候跟刘少跟网面开玩笑，因为就是太熟了，你知道吗？怂着呢。但是目前呢，新总呢来直播间可能时间并不是很长，但是你别急啊，新总，熟了就开始玩，你快成待宰的羔羊了。感谢刘总破费了，刘总你快成待宰的羔羊了，你别急。没有，没怪我严爸爸，我知道刘少，刘少也挺有格局，就说嘛，有时候压老叭叭叭叭你就骂他，严总在直播间只要叭叭你就干他，严明是你越骂他越开心，你等着，你别急，你看这回明白了吧，这回就变成严弟弟了，所以说下次对刘总稍微客气点，妈的王八犊子，我没跟你说吗，人家房管是帮着主播维护大哥，咱家严总对我好到什么程度，谁他妈刷礼物他他妈欺负谁，尤其是女粉，习惯了，我严哥一直都是这样，我都习惯了，还得骂吧，你也别拿碗面开玩笑，你骂我媳妇儿啊，那臭猪你骂他不就得了吗，你不欺负女人挺有成就感的吗，感谢刘总破费了，先留个地址，哈哈，我怕找不，你找到你也进不去，他不见你。严明他们家住三里河，但是严总吧有一点他不出门，所以你即使找他地址他也不出门。浩哥对，浩哥知道他地址，因为浩哥上班的地儿就在三里河，就在他们家边上。哎，刘总今天喝了多少酒啊？今天真是骂我我就弄他，他不可能骂你，放心啊，刘叔，有弟弟在呢，他骂我他也不能骂你，明白吗？刘叔，严明爱开玩笑，他跟婉妹也是，但是有时候确实女孩子嘛爱生气，能理解，女人都是小心眼儿。所以说我跟你这么说，严明，有时候刘少以来你看他心情好的话你就跟他动，你像他这两天他一说叭叭，你还记得吗？那会儿刘叔，那会儿咱在家直播的时候，压老叭叭，后来你给他怼他不敢叭叭了，压他妈严明就是贱，你就得怼他，你不怼他他妈浑身难受，你知道不？木板子封门，这事儿我行。严明就是贱。哎，这两天小凡那边怎么着啊？店里，我们严处行，加油。我发现现在刘少一夸严明吧，严明倒不说话。婉妹说了啊，我小心眼了啊。婉妹不会小心眼的，小心眼一回还能再小心眼哦。哎，我婉妹可不是小心眼，婉妹小心眼一回了就别小心眼了，宝贝儿，是不是宝贝儿？小心眼一次咱就别小心眼了，是不是宝贝儿？你是不会说话哦。哦，跟他没关系，我自己有点事，我知道。我知道跟严总也没关，就开玩笑，所以我没跟你说刘少别的，我不解释，因为可能新总不太知道咱那些事儿，我知道一点点，我也知道，所以我昨天我跟严明说，我说你别拿刘少先开玩笑，我说刘少这两天可能有点事儿，他昨天答应好好的，今天来了又他妈在这造次，这王八犊子，所以你就记住了，刘少，什么也别说，心里都明白，因为都是成年人，你懂吗？我还是那句话，刘少，你付出太多了，啊，你付出太多了。别的我也不想说，所以我知道你压力大，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钱你从来不差人家的，明白吗？刘胜，就是你压力再大的时候，我也知道你不可能对小芬不好，你也不可能差人什么。作为我是一个网络主播也好，还是说咱都是北京孩子，现实说咱都是北京孩子，有些事什么也不说明白，心总有心总的压力。刘少，你有你的压力，婉婉有婉婉的压力，严明没有压力，他只会骂别人，欺负女粉丝，明白了吗？所以能理解刘少。我还是那句话啊，我希望你好，但是吧，有时候可能确实你现实也忙，咱也没时间聊，我也就是通过你直播聊一两句，我能感受到。所以我也不说别的，刚才新总也听见了，就是说对女孩好没毛病，您这一个月给人零花基本就是10万20万的，我也挺佩服你。别的我也不想说，我也希望小凡能对你好，别的我也不需要，明白吗？可能你现在唯一能聊会儿天的渠道就是跟我能聊会儿，我也能理解兄弟。你现实朋友不理解你做这些事，我理解。我还是那句话，你开心就好，明白吗？刘叔，你要有啥事我能帮的你也说一声，包括新总，但是你们可能现实做工程还是做买卖，我也帮不上啥太多东西。所以有些话就是什么呀，大家明白就好，都是成年人，我也不是孩子，我也不是傻子，明白吗？你要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私下聊也好还是干嘛哦，跟樊老板也没关系，你是有点迷失自我了。你不是迷失，你知道为什么吗？俩神兽再加上樊老板，换是个人都会迷失，明白了吗？但是有些话吧没法说出嘴，明白吗？刘叔，去我叔给我把妹点赞啊，都是成年人。所以我还是那句话，我刚说完我都没看见这娘们儿，哎，这又做头发去了，婉妹儿。哎呀，这个婉妹儿，这是又做头发去了，有点反光。婉妹儿，这是又做头发去了，还是自己跟家臭美呢？搁那儿？哎呀，不对，这他妈是有一个什么，又臭美呢，婉妹儿。哎，刘少，有些东西不多说啊，刘少，心里都懂。但是怎么说呢？我也相信你现实朋友也没人跟你聊这个，明白吗？能理解。所以我说呢，我也不多问，你要想自己跟我聊你就自己给我发语音就行，白天我不直播陪你聊会儿，就主要是看你有没有时间，我天天都有时间，明白吗？刘叔，哎，那谁那个新河，欢迎亚亚个呸兄弟，我晚辈又在家臭美呢，那小娘们儿，哎妈呀，相当好看了，我觉得这个啊，今喝酒还聊呢，喝好久了，我知道啊。所以说你们喝酒吧，我也不太会，而且你们喝酒聊的话题可能比我聊的要明白，我也不会喝酒嘛。所以你们喝酒人聊的话题，说句实话，我也不会聊，我也聊不明白，知道吗？我要会喝酒，我能陪你们。新总也是，你啊，婉妹儿也是，你们都爱喝酒，我他妈一口都，包括后道也爱喝酒。所以有时候吧，这喝酒的话题吧，你要让我去完成，实话，我他妈不会喝呀。所以有些东西吧，没法聊。你婉妹儿头发竟然不掉，有什么？刘少你不敢惹了，新总你目前还没摸准情况，不敢惹，又他妈开始怼上我他妈晚妹了。你赶紧给我拿下来，我不想看人说话。严明，我给你下房管了，严明啊。你们谁看着不爽就封他，刘总你封他，别给我面子。怎么着，严总跑不跑啊？严明跑不跑？像个男人似的，别跑。封丢我人，没有，不是刘总的意思是封他嫌丢人，对吧？不封他恶心，严明没人封你，严明人觉得封你恶心，
封他妈严明太晦气了，晦气！严明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混成什么德行了，封都没人爱封你，晦气兄弟！他妈俩鸡巴号都他妈是一个味儿，还他妈另一个号，俩号都他妈是一个鸡巴味儿，是不是严叔？这回明白了吗？那谁，那个刘少，包括新总马妹儿，你就先照我这种方式跟严明聊天就行了。你越骂他，严明越开心。哎呀，严明还自己把房管给撤了，我操！哎呦我的妈，这回一下子啊，我还想给严哥哥充100，是不是我做对了？你给严明充100，让严明点一首100的魔盒。他如果要再包戒指，他永远是个傻屌。明白了吗？因为严明点这个，上次你给他充1000，什么都没出，500呀。严明如果再点一手啊，你给严明充100，啊，我给他充。严明，你再点一手。你如果要再点这100块钱魔盒，再报一戒指，严总，你就记住了，以后你千万别在我房间刷礼物了，我都嫌丧。明白吗，严叔？就这一次机会，你看你能报到啥？哎，婉妹来了，婉妹儿，晦气仔严明，小婉妹来了，小婉妹，好家伙！充完了，严明，严明充完了，你退出再进来，严明，你点一首试试，严明。你要再点出戒指，报个70魔盒，欢迎舒克，谢谢婉妹儿。你试，你就点不点玛雅，不点玛雅，玛雅啊！你刚才看大旗出吧，你要再点，你肯定点到，不点。你得亏得跟狗似的。100块，你试试。如果再出戒指，刘总点玛雅出过1000吗？刘总应该出了吧？他后边那图标应该点玛雅报1000有的。哎 ，HS， 谢谢婉妹，谢谢。刘少应该出过1000，他那应该出完之后1000后边就有这个图标应该。点100玛雅的，不别鸡巴点那个了，你他妈点玛雅那100的报他妈6块，去你大爷的吧！报百元卡，你他妈，我操，刘叔出了几个呀？我操！哎，这逼现在学会点这个了，刘少，我操！哎，你也甲流了 ，HS 辛苦了，刘总也他妈甲流了，好了。110手，他竟然能等于他点不是？他点了500块钱，爆出4个100，那还行，那亏的不多，等于就是500块钱爆出了406，那可以。刘叔还行，你丫玩明白了，操！刘总都会玩这个，我他妈一直以为你丫他妈就会他妈刷火箭飞机呢，不会他妈干别的。对他新礼物，对新礼物，欢迎新总，新总，他就是小画家，换了个名字，换了个皮肤，新总，哎，深海鱼。小姐姐让点，我他妈那会儿让你点，你他妈不给我点，果然还是他妈女主播好使啊，还是女主播好使。老娘们行吗，刘总？我是老娘们好使吗？小姐姐让你点，老娘们再让你点500，能点不？刘少，老娘们胡司令再让你点500，你还愿意点吗？老娘们让你点，你还能点500不？老娘们，小姐说必须起来，来了。等正好你聊，我撒泡尿去。你严别黑丝，我腿毛行吗？严明啊，严明，你别他妈去。新总，浪费100块钱又花上去。我去了，撒泡尿去。来，你跟刘少坐。黑丝没有，刘总，我回头那个咱俩喝点吧。等我回头没有，今天没有了，明天咱喝点吧，喝点啤，喝点酒行。黑丝没有，没准备。哎，土豆丝儿行吗？刘总，晚面问的，土豆丝儿行吗？谢谢新总，新总这100块钱又点刀了，新总。哎。那不行，我说点玛雅万一可拉倒吧。黑丝，我穿黑丝也不好，他穿行吗？刘总，他没有，你要不你要要明天我买个黑丝让他穿。给他发照片视频，给你发视频。
你要看我穿也行，我没有，还说呢，我黑丝我也没有裙子，都回头弄个裙子穿。破费，新总，新总这100块钱又垫刀了。是电马雅呀？没有，新总刚才不是给杨明充了100块钱吗？原来刘总喜欢黑丝啊，我刚知道，你早说呀，反正现在都放开了，你都回头给穿哦。我说电马雅吧，万一出5000你可拉倒吧，严明。就出5000别人能出，你有那命吗？你配吗？100换6块。我现在满脑子都是碗妹儿，坏了，脑子发炎了。是碗妹儿没事儿，是碗妹儿属于正常的，碗妹儿好看。你要是土豆丝儿就不行了，土豆丝儿就坏了。100换6块，100换20。不过刘总，你出过5000吗？他这个能出1000，你出过5000吗？咱房间出过一回，当天刚换这个皮肤，第一天就出过一个1000，就出了一个1000，就出过一个1000，没出过5000。新总，你以后下次别那样严明点了，我没跟你说吗？严明那号你让他穿号，用他那号，用我号都比他白。你别再让严明点，严明太鸡巴丧了，看到了新总啊，我坐着。起来啊！啊，对对对，我忘了。找准自己位置，喝多了，找准自己位置啊，兄弟，我操！我回炕上，我上炕了。哎呀！我不是想，这不寻思看老娘们吗？我这不是老娘。刘叔破费了，刘叔。原来刘叔喜欢黑丝，哎呦喂！这逼他妈的女主播让你点你就点，你得帮我点。我说我万一出个羽蛇神5000呢？我刘叔。浩哥也谢谢浩哥。不用报5000，报1000都行。黑丝没咋，因为我媳妇儿比较好奇，因为她以为我也喜欢黑丝，因为我对黑丝没感觉。你喜欢绿丝，偷走的呀？所以说，很多男人可能对丝袜感兴趣，你知道，我是不没有什么兴趣。我对大屁股感兴趣，就越大我越喜欢，受不了。浩哥谢谢浩哥破费。感谢刘总，刘总再点五手吧，万一出个他妈的1000呢，我操！看看男主播的，女主播报1000，男主播能不能报5000呀？好使啊！哎呀，感谢浩哥破费，浩哥，我刘叔竟然学会点这个了，因为在我脑海里你只会刷铁皮，你不可能会点这个，妈学坏了这逼，我操！这逼他妈自从看完女主播学他妈坏了，我操，我都服了。哎，龙龙，谢谢龙龙兄弟，感谢龙龙，感谢刘叔啦。然后那新总也破费啦。那个一百的那个。哪个呀？哦，那个踏青原来。踏青啥也没出。这逼他妈竟然给小姐姐能报出1000，妈的，这逼他妈运气可以啊，刘叔，刘皇叔。这小杨哥们儿，你爱聊你聊，啊，别老在那带节奏。你哥们儿谁呀？你哥们儿，我们正常聊天呢，没完没了跟那带这节奏，脑袋有毛病啊你！哎呀，浩哥给我发啥呢？浩哥，哎我操！我对对对，我就喜欢这个，但是不能上镜，我操！我给我媳妇发过去，我操，我就喜欢那个。我他妈一看这，我他妈受不了，我操！哎呀，感谢刘叔破费啦！咱房间现在就属于什么呀？100块钱魔盒，点啥啥不出，往点鸡巴这玩意儿，点啥啥也不出，他妈的！你吸我该滚滚滚滚滚滚出去！没完没了在那讨厌，你吸不吸跟他妈我有啥关系？我今天看到一个人5000报了12500，那还行啊，5000块钱相当于报12000，我也算赚了，挺好。咱家那天800报16000，那就是运气，运气好使。感谢刘皇叔啦，刘皇叔还行，500块钱包出406，亏得不多。王小妹儿，你为什么还没睡觉啊？王小妹儿，
这回严明老实了吧？说完这回严明终于能老实会儿了。严明你是真鸡巴丧啊，严明啊，我操，你怎么那么鸡巴丧呢，严明啊，我操，怎么你这号每次点永远都他妈是爆一个戒指，你怎么那么丧呢，我操，你是真鸡巴给我丧的。哎呀，我刘叔啊，严总他妈是真鸡巴给我丧，点啥都他妈是点刀，你换个号得了，这他妈号太丧了，操。嗯，把这小杨这傻逼封掉，滚出去，缺鸡巴心眼子，跟你爹似的，弱智，傻子似的。五千两万五那也牛逼啊，五千报两万五那相当于，我操，那相当于五千块钱报一五千乘五了，两万五，我操，运气还是挺好的。你要运气好，一百块钱可能能会报两万五，但是乘五的几率没那么高。你像原来那会儿报这礼物返钱的时候，任意门，运气好的时候一百报两万五，但是几率没那么高，报率太低了。明白了吗？所以说这东西千万别上瘾，上瘾他妈容易亏大的。还听什么呀，兄弟们呢，祖宗们呢，一发入魂呢，还有没有想点个什么玛雅呀，一发入魂报个一千也中啊，啥也不出啊，点他妈一百块钱魔盒吧，点刀，这几百也点刀，我都服了。我那魔盒垫了多少钱，垫了他妈的一百多手了，这他妈的我都服了，全是奥特曼一个人垫的。今天正好大哥在吗，不多聊会儿吗，弹幕都读我给你写书，新罗你得多想，希望给我出个书啊。你们垫呀？问他们他妈这帮逼不垫呐？严明垫了，严明垫的是那个魔盒。虽然心都疼。严明垫的是那魔盒，没垫那玛雅，你知道吗？我不需要太大，能爆出一千就行了，不需要太大。五千我也不想，就一千就行。一千、五千就没出过，一千都行。刘总今天破费，兄弟，是不是说让你报玛雅？因为那个魔盒一百一手的也垫了很多，你知道吗？你谁严明的意思？玛雅好出，魔盒当然不一定啊。哎，浩哥不一定好出啊。你看人家房间咚咚吃，哎，那谁浩哥，人家房间咚咚出，咱房间啥他妈的？哎，我操，费劲。他妈这逼就这鸡巴暴力暴的他妈恶心，这鸡巴暴力暴的。浩哥谢谢。哎，刘总，我操，亏了，我操，这回五百块钱爆出二百，相当于爆出二百一十八，爆出三张六块，我都你妈服了，我这暴这鸡巴暴力。刘叔破费了，刘叔习惯了百元卡嘛。我房间爆率要高点，但愿这爆点，这爆率高点，这任务早鸡巴光光全他妈爆出来了。感谢刘叔再次捂手，是啊，你爆出来是好事，你爆不出来还不如直接刷，就这样。感谢刘叔破费了，这就是你爆出来是好事，爆不出来呵呵呵还不如他妈直接刷呢。感谢浩哥破费了，浩哥哥。加油，浩哥哥！刘叔也破费了。这有时候这暴率就是他妈这操呀！你说这玩意儿咋说呢？咋爆都不爆，永远都是点头。然后你看别人房间吧，噗呲噗呲的出。别的房间就不要钱是吧？浩哥，谢谢咱房间。咱房间哐哐点头。我没跟你说吗？哦，快六十啊，快升六十，那就升六十吧。报个一千，咱们就升级了吧。你要。点两手出来不就是六十了，渡劫了，兄弟。谢浩哥，浩哥也点到了。浩哥咋来回电了？
我操！我操！爆出1010块钱！我操！浩哥10块钱报了一个1000，我操！刘叔，我操，咋知道让你点10块钱了？我操！感谢浩哥，给浩哥记上。浩哥，明天我给你发信息，你中午我给你放炮。刘少也是包那么多礼物，明天我给你放炮。刘少，那谁，刘总，给你发礼花弹。新总他妈起不？哎，这回行，500换500，可以，可以，可以，不亏，不亏，不亏，刘少。等于500换500，可以，不亏不亏。今天他妈牛逼呀、啊！我操，今天鸡巴站起来了！我操，这他妈浩哥10块钱包个1000，我操，我操！刘叔这回行，500包500，应该快升了，应该。感谢刘叔，浩哥也破费了，记上记上，你记上了吗？没事没事，对，看日榜就看日榜，明天给你们放炮。刘叔，明天来啊，给你放炮。完，浩哥也是。然后新总，新总你能不能起来呀、啊？起来给你放。晚妹也是，哎，这东西你我也不知道为啥，你说怎么点嘛，都鸡巴不报礼物。电刀就是有点坑啊。感谢浩哥破费，浩哥，浩哥给了我一惊喜。完了，那谁刘叔也破费了，说废话起不来。因为是12点到6点，这6小时之内你起来就行。我明天给你发信息，你要能起来你就看我一眼起来，你要没起来就拉鸡巴倒。等你啥时候白天能起来，我再给你放不就得了吗？刘少应该明天能起来，浩哥应该也没问题。我给你们俩这先放了，我估计这逼他妈的回头又鸡巴起不来这逼。感谢了刘总，破费了刘总，这问题是他妈给个面子呀，我操！不过刚才500包5个，100也行了。哎，我操！黄金双倍卡得了一张，真牛逼！我操！黄金双倍卡太好了，得一黄金双倍，哈哈哈哈！浩哥破费了，报了个1000，这个逼好久都没投塔喽。刘少也是，但是刘少纯电了。浩哥也谢谢，越播越晚嘛，也不算嘛，大哥在就多聊会儿呗。你就不能买2个二踢脚放被窝里？你是又让我塞屁眼里，又把这个二踢脚放他妈被窝里，我他妈放完了还谁还能给你放炮啊？你让他他妈也不敢点。浩哥破费了，刘少也破费了，怎么一直就不能出个他妈的？哇操，那100块钱永远都不出啊！实话实讲，这他妈什么呀？新总，婉婉不是主播，婉婉妹不是主播啊，婉妹不是主播，婉妹不是主播。刘少破费了，刘少完了，新那谁感谢浩哥，浩哥也跟感谢。你说100点嘛，他不出，你说你点他妈10块钱，他他妈给你报个1000，我都心想我这房间爆率永远跟别人房间是不一样的，你懂吗？我操！永远都鸡巴不一样啊！我这房间这鸡巴暴雨，我操！哎呀，感谢刘叔，然后呢也谢谢那谁刘少，谢谢那个浩哥破费了，着急，人家房间能出，咱房间怎么点都他妈报不出来，这报个这东西有他妈那么难吗？这个逼玩意儿。刘少还行，但是如果要点那个啥，你忘了。那个谁，奥特曼要是点那个魔盒亏的，啊，那魔盒是挺亏的，魔盒更坑，爆率高还行。刘总呢？刘总，你差多少升级？60啊？60你升完了，应该那牌子应该是那个颜色，应该变个颜色了，好像。破费了，刘叔，浩哥么么哒。你知道我新进的烟花有多牛逼吗？这么大，这么宽。这么宽吧，这么大，宽度也是，厚度也是，这么大，你知道那烟花多少钱？里边有弹，里边有那个闪光雷，这1箱60。明天，也就是今天白天去炮场，我就给你往死放。我没跟你说吗？就这边这烟花就跟不要钱一样。刘少，你看你想放大红边二踢脚还是放了花，你自己选。王浩哥也是啊，
别瞎比划了，拿来看看。我现在没在，在着那什么呢，在我那仓库呢。我操，在我那仓库呢，兄弟。我现在没法给你看，你现在想点我他妈这花也没在我他妈酒店呀。我操，我哥大叔他们家那仓库了。明天，因为现在我白天放炮，我全是一车一车拉。因为我跟我媳妇囤的那炮囤的太多了，啊，给我严哥送走没问题。媳妇儿带好笔，那谁严那个刘少你是不知道，那天帮严那个帮晚妹出气，我把严明的名字写上，给他崩上天，他呼的啊。等你明天我给你发信息，你来了我就给你崩。你放心，刘少，我给咱要我要把那小米的那个我要把那小米的照片打印机拿来就好了。操，我给伢严明的照片打出来，你放心，那就这么说定了。我明天我这样，我明天呢我先给你发信息，刘少，我等你十分钟二十分钟，你要没来我就放，行吧？你想给谁送走？行吧，刘少，明天我先给你发一信息，我等你三十分钟，你要没来我就放。 OK。 然后呢，新总啊，不是，就是什么呀，就是崩这东西呢，刘叔玩也是开个玩笑。但是你知道那次我看某音也牛逼，某音专门有主播这么干，就是把你恨的人名，你刷完一个保时捷120块钱，你刷给他，把你恨的人的人名他给你写上，包括有照片也可以。第二呢，他那主播是三个人，三个男的一起播，就是连放炮带送走带哭一分钟，就是给你放一边，把你最恨现实中最恨的一个人的名字写上，你要有照片你可以发给他，他给你现场打印出来贴到那边上，特别牛逼，一边哭一边崩一分钟，真牛逼。还真的，我真不逗你刘少，但是这么玩吧太缺德，你知道不好。你知道那会儿我看那帮孙子怎么玩，刷墨镜也行，刷墨镜就只能写名字，你要刷一保时捷120，把那照片你都直接加微信私信，直接把照片给你打出来，现场给你打，打印机快呀，直接贴上，直接给你崩。我操，一个保时捷他们能拿到手60吗？自己在交税，你算吧，连哭带笑送再崩一分钟。所以我就说真他妈有人敢这么玩，不能这么玩，太损了，有点明白吗？新总，就是刘少说让我给他写名，那是纯属开玩笑，无所谓。但是你要说像某音那种太缺德了，有点不好。那谁大弟弟牛兄弟太鸡巴缺德，没法干，不行，多鸡巴，你挣这钱没毛病，但是有点缺德呀。我操，对吗？这他妈太缺德了，有点。所以那会儿还是我世界杯那会儿，我没事儿，我看我操，全礼刷礼物。我告诉你刘少，你知道，你听着啊，刷礼物的人特别多，而且说实话，真正给他刷礼物又烧纸放鞭炮的人，真正是送给活人，并不是死人。啊，我关注母啊，你啊，我明白明白，你正常看你的就行啊，刘总刘叔，你想看谁是你的事儿，你想干嘛干嘛。那浩哥也破费啊！你关注我某音了是吗？没明白，你是关注我某音了吗？我某音我也不发作品，你关注有啥用啊？对，明天我要给你发那个，你说啥？还关注有啥用啊？啊，必须跟我严地安排，妥妥的。哎，你回头买一个稍微粗点的水笔写啊，我知道。因为拿明天去买就完了，明天我去买，我去之前我去买。因为拿圆珠笔那字儿写的太细，我让他买一个稍微粗点的黑笔，我给他写上。你看看是给他放那个礼花呢，把名写上，还是给他写二踢脚上？你自己算，你自己选、啊，刘胜。我是给他写那大发花，当发大大方花上崩的呢，还是给他写到那个二踢脚上？你自己选。严明硬不硬？严弟弟的命，严明给人都放死了，还说呢？咱俩第一天放。严明这命，
头发都鸡巴不长，从小打小就是他妈秃顶吸毛，你觉得他命能硬吗？啊，写哪儿都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我俩第一天给妥妥的，刘叔，刘叔可以，这没毛病。王道那谁，浩哥也谢谢。哎，刘叔，你要差一点点升六十，你再帮弟弟点两下呗，因为我还差300块钱，我五星就过了。你可以试试，万一要能偷他，你就升级60了，刘叔。明天我把那事儿给你安排妥当，没问题。严明在呢吗？严明。哎，这逼没在，跑了。这逼，你说多损呢、啊？这臭逼，一说牙一研究，他赶紧他妈退房间。你说多鸡巴贼呀、啊？这逼，严明你就退号瞅吧。明天第一件事到了，先给刘叔中午12点以后1-2点我给他发信息，不来，等了30分钟不来，直接开崩。小子，你等着吧。不可能，他一直在，他是一直在，加油！他妈！这回他妈500块钱爆出300，我操的了，1000就是不出啊！我操！感谢刘叔破费了，哎，你咋还没升级呢？你不刚才差一点就升级了吗？感谢刘叔破费，刘叔咋还没升呢？我操，你这差多少啊，哥？感谢刘叔，这回有点亏了，我操！500块钱爆出312，别给我发，我不看。心总给你发啥呀，宝贝儿？你想看啥呀？我把我裸体照片给你看，你看吗？严明已经换人猴了，晚妹看不上他。哎，刘少破费，刘叔。看不上他，以后回来。浩哥也破费，浩哥，完刘叔破费，刘叔，操他妈的！这要爆个1000，我估计应该你就能升级了，正好60了。问题是斗鱼他妈不给鸡巴面儿啊，我操，这鸡巴暴率属实不给面儿啊。我刘爹又喝美了，我刘爹。哎，欢迎傻子，欢迎上海这傻子，你好傻子。我给碗妹送一个吧，幸福满天飞，可劲儿长。我没明白，心总你要送碗妹啥呀？你送晚辈啥？你别给晚辈送走喽。就送给晚辈送个好看的，就是。我刘叔说了，送给严明，争取给严明送走。你送给晚辈，你是要给晚辈送走啊？这是，我操！啊，兄弟，你这是要给我晚辈送走啊？这是。我刘叔给严明送行，你他妈给我晚辈来送走了，我操！你瞎聊啊，哥。就是人家。天飞不是送走哦，明白，那我就写上玩玩幸福满天飞，不用写了，你就说就得了，口述吧。我给他那个什么刘叔啊，那新总，我把这玩玩祝你幸福满天飞这句话，我每个二踢脚上我都写一个，往那夸一点，腾腾腾腾腾全上天。我送严明，对，我知道你送严明，我明白，刘叔，我知道他送严明，送必须得送鸭子。你放心，明天一边送的时候，我也给他哭两人。我给严明送严明，严明顶上写的严明的头发，噗噗噗全飞了。严明，你说你多早你刘叔恨啊，王八犊子！明天这样，刘叔，明天我给严明放的时候，我争取哭两声，我或者给他放，不行，哀乐不能放，哀乐肯定不能放。我给你哭两声，啊，你哭我加戏，没问题。明天争取，明天这样，明天呢送走严明那一刹那呢，放的时候我就跪地上就哭。哎呦我操！一遍行吧，刘少，你放心，我绝对给你安排妥妥的。你要说 OK， 你就明天等着就完了。明天几点？明天我差不多。我到炮场估计也得12点多点，反正1点你来就行了。1点，你可以上个1点的闹钟，1点之前我肯定开播。7点开播主要是。行吧，刘叔，我踏呼的，我直接只要那个鞭炮一响，我就跪地上哭就完了。我用不用再加点戏，刘叔？我用不用打滚哭啊？我用不用打个滚哭啊？你他妈明天别穿洗的衣服了。
因为那地吧都他妈是泥，你知道吗？我没法打滚哭。哎，小磊磊，不用给他脸，行，那就这么着，那明天就是一发的时候，我就赶紧给你哭，我给你安排就完，你等着就完了。默哀应该不用，就要的一笑话。因为严明就玩笑归玩笑，因为严明自己都说自己不是人，咱送一下，没问题，没问题。脱腿的。明天呢？这样，明天刘少，明天啊，我争取我到了，我先给你发信息，你先来。你来了之后呢，我先给你放点红鞭，崩完晦气，我再给严明来一首，不就得了吗？你看刘叔行不？我先给你跟小凡放一挂，给你崩崩晦气啥的，行吧？完崩完再说，然后呢，给严明再安排一波。我估计明天这么一安排，严明绝对他妈不来了。明天等放完假再进来。如果他不看到，可以记录一下，我送他家去。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刘少，那就送他。那明天给我严总来个喜丧啊！我问问严明，我给伢发一信息。严叔，你在直播间吗？哥几个这准备给你办一喜丧，没问题，刘叔，就这么定了。不叫喜事，叫喜丧。我问问严明，呀，严明觉得在房间盯着的臭逼，那就这么定了。明天给我严叔办一喜丧，我严叔估计气的这头发都得长出来了，给气的。严明在不在？严明，你别在底下偷摸藏着啊！我知道你这逼他妈腿好看的，王八犊子，你不可能跑，这逼绝对在房间偷摸看着呢。我跟你说。哎，刘叔，你看看你还差多少升级啊？你看好，你看清楚了，这点一大堆也没升级啊。差太多就别鸡巴升了，先慢慢以后慢慢刷着升就完了。你刚才也没仔细看，我以为几手了应该能升了，点他妈这么多都没升。你文化程度太低了，那叫重生，不能叫重生。刘总说了，这叫送走，重生是重生的事儿。哎，这逼在没在呀、啊？这王八犊子！我操，那你还差七？我以为你他妈快，操！慢慢升，不是？我问一下刘总，你是差7000的经验，还是70000的经验？7000700块钱。对，你7000的经验就700块钱就行。你要差七，你要说差70000的，那就7000，那就以后再说了。因为你说差一点，没想到他妈，我也不知道你，我也没看你号。你是差7000的贡献还是多少，刘叔？还是差70000的经验？你数对了。哦，那就是700块钱应该，一晚上的事儿。那你就再点两手，万一报5000，不就升了，兄弟？你在我房间渡劫吧，你别他妈上女主播房间渡了，你在我房间渡劫吧，刘叔。啊，那应该就是7000块钱，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兄弟。因为7000不少钱，你看心情刷就完了。因为我一直以为是7000经验就是700块钱无所谓了，你7000就慢慢升就完了。今天也挺谢谢刘叔破费了，兄弟。因为这东西虽然是一晚上的事儿，这他妈一看女主播，哎，哎。还是女主播，看女主播升级快呀，看男主播还是升级有点慢呀，兄弟，哪鸡巴说理去？那谁浩哥，还是看女主播升级快呀。我这么一看，我心总啊跟我浩哥还是挺舒服的。你没腿，我他妈，哎，我就问你，我这腿行不行，兄弟？我他妈这腿还不行啊，这毛，这毛。你看得清吗？这毛多他妈重啊！这毛，这毛行不行？这不比黑丝好使？这腿，这毛，这他妈都天生的丝袜，还他妈透气，这他妈还是天生的毛呢，穿那丝袜还鸡巴不透气呢。我腿毛确实挺重的，你让我乐呵乐呵，刘叔，你想让我咋给你乐呵呢？我给你穿个丁字裤，我给你扭两圈，给你拍个视频呗。
或者你把弟弟明天放吧，你把弟弟我也送走得了。不行，那可不行。你知道最牛逼的点活是什么活呢？我告诉你，就是拿他妈那个那胶带，尤其是那双面胶，粘力更强，直接夸这汗毛一踢，夸这意思，我跟你说爽死了。哎，假呢？去你大爷的吗？胳膊都能给你贴的红。啥玩意儿？小杨哥哥在直播吗？他小杨哥哥，刘少，你呀他妈的！你偷摸看，你偷摸看女主播，小凡不管，不知道啊？哦，在呢，小杨哥哥。那我是跟他连麦呢，哦，跳舞呢。我看看，小杨哥哥，人家跳舞，咱就别连麦了，别耽误人挣钱。哎呀，还真在呢，小杨哥哥。我操！哎呦我的妈呀！啊，这斗鱼你妈可以这么跳啊！我操！这你妈红黑丝袜，这舞蹈区真站起来了！我操！我说这逼他妈的怎么那么……你看刘少刷飞机了，王八犊子！哎呦我说刘少这逼为什么爱看呢？我操！新总你看行吗？浩哥，我操！浩哥，新总觉得行不？我操！这你妈！我操！哎呦我的妈呀！后面对面那穿裤子了吗？这你妈舞蹈区是这样啊！我操！哎妈呀！他那裤衩，他那牛仔裤比我裤衩子都小。刘叔行，刘叔，这礼拜给人刷了他妈7600了！我操！啊，帮什么呀，兄弟？你说，你要需要你说，刘叔怎么着？刘叔，跟他连麦还是怎么着？刘叔，你说。我刘叔行啊，给人他妈刷7600，这礼拜我家伙挺狠呐、啊，那嘚儿大懒得肥看完呀，嘚儿倍儿硬啊，啊绑不绑什么？我可以就不是我没明白，刘叔是帮你连麦还是怎么着？兄弟，你说我没听明白，帮不帮？帮什么？兄弟，你可不能走。哎，那谁刘少，你说帮什么？是跟他连麦是怎么着？兄弟，你说你要连麦，我就现在跟他连，还是让他连我？连啥呀？问题是我没明白，帮啥呀？你说让我帮帮啥呀？啊，连也行是吗？那我跟他连连吗？得等他这边 PK 完的。哦，等他 PK 完 K 的，我看看。他们现在连不上了。哎，你这样，刘少，你呀、啊，你去他房间，你毕竟是榜一嘛，你让他连我得了，我怕他一会儿连完麦自动又去 PK 去了，我怕我连不着他，你知道吗？对，你跟他说一声，你说让他连完这次麦，让他连我就行了，连我房间就得了呗。行不？你跟他说一声，因为我怕一会儿一完事儿吧，他自己就自动连别人了，我怕我连不着他，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一声，你毕竟他榜一，你让他连我就得了呗。因为他们连麦主播吧，可能说连完这个速度就转到下一个了，我怕我连不着他，你知道吗？我刘爹看来他妈喜欢大丝袜子呀！我操，好家伙的！我刘爹看来喜欢看他妈大丝袜呀，回来了不适合我口味，没有，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浩哥。我没跟你说吗？我那刘少爱鸡巴看丝袜，明天买好丝袜，刘少一来我就穿。啊，说了行的，我等他，兄弟，我等他，我等他，兄弟，我等他，我等他。我就跟他 PK， 让他展示才艺不就得了吗？是不是？哎，小杨哥哥来了，妹妹你连我呗，连连妹妹，你连我呗，妹妹，好家伙的，你连我呗，小妹妹，我们这些老色逼就爱看丝袜，我连了，等会儿啊，请求连麦 ，OK， 嗯。你好，你好。你好，我家这个轩尼诗啊，是我现实哥们儿、啊，我哥们儿特意说让我跟你连个麦，他说你跳舞特别的好，身材特别美丽，所以我谢谢谢谢。嗯嗯嗯，你有啥才艺吗？还是会跳舞啊？啊，就是舞蹈主播会跳舞。
啊，那可以啊，你随便跳个舞呗。我家大，我家大老头多着呢，我家老头。现在跳吗？你可以啊，随你啊。可以，我要不退出去，你拉我多人，然后你把我点大。哎，不行不行，我这个手机好像连多人卡。哦，好 ，OK， 明白。那我就小展示一下。行，你看着来。好。我兄弟喜欢的，我们大家都喜欢。好嘞。OK OK。妹妹没好看，真有身材呀，妹妹，好家伙！谢谢。Abang jago, sorry bang jago, abang jago, yeah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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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m, abang jago, sorry bang jago, ampun bang jago。我找一首歌哈。啊，没事，不着急，妹妹，不着急，你那边听着声音可以吗？可以，没问题，非常清楚。可以啊，相当可以啊，而且妹妹也挺会聊天的，多好啊！我很少连麦，所以说有时候帮着连麦。等一下，舞曲有点多，我的。不着急，先找找两张，先聊聊。妹跳舞很牛逼，没关系，少少少，等妹跳完舞，我给你表演一绝活，顺便送给妹妹。三口一坨屎。让妹妹看看男主播真正的实力的什么。啊，等一会儿妹妹她找歌了，别急了。
doctor. I have a dick. Thank you, 我喜欢你哥的动感广播。谢谢谢谢，不辛苦。谢谢谢谢谢谢。不辛苦，轩尼哥。老朴，老朴喜欢，还不给妹妹点播？那心心动了，给点播关注去，给妹妹。没事，对，我们可以点点关注。然后我平时有的时候会，我很佛系，我经常跳舞。妹妹，你可以聊聊你大概都每天几点播，告诉大家。啊，我播通宵的，一晚上都在。啊，你也是晚上播是吗？对，我播晚上到早上，我一般。晚十到早十，但是我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十一点多开播。你从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十点。对。比我们这些老主播可能扛啊。我现在我都扛不了那么。主要我觉得他们有的大主播播的好的，他们都很卷，然后没有理由，没有理由不努力。还真是，我发现了。兄弟们给妹妹点点关注啊，给小杨哥哥，谢谢好哥哥们，欢迎6695。我问一下，你播了多久了，妹妹？我总共播了有一年多了吧。我这个，但是我之前播另外一个号。哦。我之前播另外一个号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换这个号了，是因为后来被这个公会买过来的。然后这个号的话是十月底开播的。对，所以才敢这么跳。之前都不敢跳。应该对你们也都是好，挺好的。哎，是的。牙哥，那谁老朴呢？给人点点关注去。我朴哥喜欢妹妹。谢谢朴哥。我朴叔100多集呢，朴叔，朴叔人呢，朴叔。天，回房间溜哈喇去了吧，王八犊子。我朴叔。等一下，我给你点个关注。谢谢好哥哥。没毛病啊，人跳的。那你每天都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十点？我晚上有的时候睡不醒，就比如说我今天晚上都是11点多开的。你呢？你都就没有事，都就没有操。啊？我本来说什么呀，妹妹？我看你那么辛苦吧，因为你都送了我们一个跳舞的这个节目，真的很好。但是呢，我就别送你了。你像我这种下三滥的主播呢，可能说我是爱吃大便爱吃屎，我就别送你了。没事没事，好好好。因为轩尼诗来我房间嘛，他们就爱看我吃屎，我就别表演给你看了，我就留着给他们看。怎么个事儿？怎么吃的啊？哎，妹，那我什么时候偷偷去看一下？偷偷看一下，我怕你吐出来，宝贝儿。看你怎么吃的。是我认识一哥们儿，所以他也是可能最近看到你，他挺喜欢的。但是我确实，我们也看我也挺喜欢。我是有好哥哥，纯纯好哥哥，那天就很幸运遇到他。我跟你说，小杨哥，我是有媳妇儿，我这媳妇儿跟鸡巴猪似的，就别给你看了。我看完你之后吧，虽然留了哈喇子，但是结婚了没办法。我刚才其实挺想给你刷个礼物。不用不用不用，你别刷，不用刷。我跟你说，当主播都明白主播难，就主播就别刷了，不是，我这礼物还行，我想给你刷。这媳妇儿吧，一看女主播就不爱看，就这个性。有老婆，没办法，结婚有老婆就别瞎整了。啊！回头偷偷给你刷，宝贝儿。感谢关注。我他妈攒半个月，一天6块钱零。老婆还在旁边呢，别一会儿挨打了。行，妹妹，不耽误你了，你去忙吧，谢谢你，特别好。完，咱家自己哥们儿呢，愿意喜欢妹妹，给人点波关注，跳舞非常专业。好，我们家哥哥们喜欢看户外的，可以给对面点点关注，哥哥们。然后呢，那个妹妹有机会我再跟你玩，
只要我家刘少说了想需要我跟你连麦，或者你想需要说提升人气的，你就随时来。虽然我房间人气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在斗鱼都播了七年半了，我都已经升了两次一百级了，我再升一百级都第三次了。所以说呢，我没有你猛，你比我牛逼。没有没有没有，你牛。我也不耽误你挣钱，你赶紧去玩吧。然后呢？好，谢谢，感谢连麦。连麦，我再找你啊。拜拜。嗯 ，OK OK， 好，拜拜，灰灰。拜拜。哎、去吧，嗯。好。好。老爷在，这个王八蛋，我嫖哥就喜欢娘们儿。刘叔行啊，刘叔，我操！我心总去哪了？我心总，我心总。直接不说话了，装鸭子呢吗？是跟婉妹聊天去了吗？婉妹在了不？婉妹睡觉了。婉妹睡觉呢。哎，新总呢？新总睡了吧？新总。刘叔，刘叔还在吗？刘叔，老朴呢？老朴跑了。缺牙牙也说话了，全给炸出来了。我发现这确实，这一有女的吧，确实好看点的，全他妈爱说话。妈的，完犊子。不过真的，那女的确实，这妹妹真的挺有意思。我操，我头一次见，我这么跟你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任何跳舞的女主播，我第一次，就是把一首曲子跳完，我一直在看，第一次，我从来都不看。以后我给你多弄点，多弄点是没问题，我怕弄多了吧。不合适，你知道吗？我怕弄太多有点不太合适啊！我操！所以说你们在颜值区也好，包括舞蹈区，老头嘛，胡司令吧。刘畅说了，胡司令他要给你安排，你给他安排啥呀？安排老头啊！你给他安排谁？严明啊！你给他安排严明得了，好使不？好使不？你给他安排严明吧，他特喜欢严明。我媳妇特喜欢严明，为什么？因为严明老骂他，老欺负他，他特就是射手座，就属于什么呀？被虐的性格，被虐的人格。我变态。明白吗，刘叔？你把刘少，你把那谁，你把严总介绍给他，那就喜欢严明，越欺负他越高兴，可开心了呢。哎呀。哎，还说呢，刚才问你半天，你喝了多少酒啊？今天刘叔，严明跑了，严明丫偷偷听呢。我跟你说，严王八蛋，我跟你说吧，严出来了，丫肯定偷摸听呢。就严明这王八蛋，肯定偷摸听呢，在底下他妈凌空灯一直盯着直播间呢，正琢磨咱他妈会说他怎么搞他，你知道吗？肯定偷摸盯着呢，王八蛋，绝逼盯着呢。还想听点什么不？刘叔呢？刘叔别，你别告诉我你又看妹妹去了。刘叔，我操，看得我满头大汗。完，浩哥也是值夜班的嘛，浩哥。严明丫就在底下偷听呢，不用问，肯定偷摸盯着呢。我跟你说，哎呀，我这饭没吃。吃啥饭呢？夜班，浩哥，浩哥今天破费了，还行。我他妈那自热饭没吃，跟你雪山哥连麦，雪山哥哦，他妈猴精啊，猴精的，旁边咯咯咯咯咯咯，猴精啊，猴精的，你可离他远点，那孙子猴精猴的，我可不理他。他妈猴贼猴贼猴他妈精猴精的，我可不理他，太贼了，那人有点聪明过头了，太贼了。不跟他玩，等我吃完香蕉的。我刘叔还挺懂，还知道雪山哥是谁。雪山哥，妈猴精猴精的。还吃蛋吗你？可以，我把花米的造量，我得配着花米。十四五盒的一天。什么猴精，他妈猴精啊。吃饱喝足，多吃点体优米，吃饱喝足。你现在有英文名了，啥名啊？
人一问你英文名叫啥，你告诉人家你叫 Kiyomi。 你是不是傻逼呀，你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的呀？怎么了刘叔，你说刘叔咋了？刘叔毛巾好打你啊，讨厌讨厌，打个电工了你。 Marley 那不对，那不叫 Marley， 那叫 Marley 什么玩意儿啊。浩哥求求你能不能打母语啊，炫吧，让他们看一眼你都炫啥老乡了。这是浏阳本地的那种辣椒炒肉的自热米饭，特好吃，但是我不知道在超市外地能不能买着，他这是本地的浏阳的那个青椒炒肉，就在这边好像有。看看你猴弟，我跟你这么说刘叔，我不吹牛逼，我看呀，我听他说话我恶心的慌，就是南方人装就是北方这调吧，我他妈听着恶心。我看一眼干嘛呢，我看他我嫌恶心。妈妈跟那谁连麦呢，正好连着你猴弟了。哦，随机连的呗。哦，看到了看到了。猴弟做什么的，看到了看到了。这样是不是这个吗，是不是这个，是吧，办了上去恶心他。妈恶心他妈猴精猴精的。不喜欢天天他妈猴精猴猴贼猴贼的。现在他妈炒猴子似的，天天猴贼猴贼的。不喜欢他。问你。恶心。晦气。有时候你可别看猴贼啊，别看猴精。他妈猴贼猴贼的这臭逼。哎呀，你他妈怎么给我起的这外号啊？刘叔，吃点吧，别看闹心，那猴子也猴子了。对猴子有想法吗？讨厌。这逼没底线，不行，讨厌的。明白我就说讨厌的，我他妈讨厌的。怎么了就说好咱咋了，也不能说被骗，就觉得这人吧不地道，办事不地道，这孙子多事儿，不行的，聪明过头了。这二逼了，不是男人，一点鸡巴担当都没有。下雨了？没有啊，一直空调的水啊，自热米饭活着呢，我卡座寄养了。做这米饭，浏阳本地的青椒炒肉，我往里搁了点那什么，那个卤蛋，搁了点花生米，配着吃好吃。倍儿香。咱们五千会不会快出了？今天垫多少了？刘总，刘爹在吗？刘爹，刘总点了20多首了吧？刘爹，你再帮我点几首呗，不用你多点，点几首就行，我试试看能不能报个1000，因为你垫太多了。那这10块能跟100的都一样吗？啊，浩哥今天也破费，没想到10块钱能报一个，咱这100块钱吧，有点可惜了。刘叔，我希望你报个5000。跟吴静说我错了3遍啊，惩罚呢？哦，明白了明白了。我明白了，等于就是说妹妹赢了，她惩罚就是跟吴静说输了道3声歉，对吧？她肯定不玩。刘叔你牙真鸡巴坏。
你那你妈坏。刘叔牛逼，刘叔，刘叔懂我。刘叔还是刘叔牛逼，没毛病，刘叔。刘叔感谢，听过刘叔，还不玩是吗？还不玩。太扎心了啊！刘总太会玩，他肯定不玩。跟你结冰吗？他跟我结冰，我他妈跟他结冰吗？操！都上床了。就跟他玩啊！刘叔还是你会玩。我弟弟呢？我弟弟在播吗？我弟弟下播了。我弟弟下播了，弟弟。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不敢玩，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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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听到了，我知道。滚刀了！滚刀了！刘叔，谢谢刘叔，刘叔牛逼。嗯，刘叔感谢小日榜第一了。刘叔，感谢刘叔，小日榜直接干第一了，操！感谢刘叔，浩哥也破呗啊，浩哥，小日榜第一了，浩哥，感谢。不过，说话，这妹妹挺好看的，妹妹也挺懂事儿，妹妹跳舞跳的真牛逼。对，我饿了，吃口东西。就是米饭瞎吃。刘总牛逼，兄弟会玩，进心里了，兄弟会玩，好使。没咋好使，是实话，好使。仗义，我刘叔。这事做的很仗义，兄弟，谢谢你。想谢谢你了。明白，明白，明白，刘叔，明白。我也挺谢谢你，不用支气，不用替我支气，谢谢你。你要好好跟妹妹玩就行了，兄弟。那个人太鸡贼了，那个猴精猴精的，猴贼猴贼的，也不知道原来还挺好，现在怎么变成这德行。我知道，就是我懂，北京孩子就这样，我知道。你拿我当朋友你才这样，你不拿我朋友你不可能这样，能明白。不敢玩。我都瞎玩都五岁，咱们对咱就不说了，这事都明白就完了。刘少，你跟妹妹说，刘少，你让他每天晚上正好十点多开播以后没事，让他可以找我连麦，因为我每天晚上十点开播。那谁刘少，我晚上十点左右人气还高一点，大哥也挺多的，所以你跟那妹妹说一声，让他以后九点半十点要开播，要没人连可以上我这儿蹭蹭人。虽然房间没几个人说话吧，但是活人不少，隐身大哥也多。你等我人气高的时候你让他来就完了，连麦。我从来没有过，我也是跟他妹妹，我知道，我知道你瞎玩，有他妈小凡呢能他妈在网上能玩出啥，宝贝儿。明白，刘叔，咱就不解释这个了啊，兄弟。
明白，我知道你不认真，就是纯支持，我懂。兄弟，我还是那句话，咱俩认识七年了，明白啊，兄弟，不用解释，都明白。玩就完了，我就刚才跟你说那句话，开心就得，开心就好，兄弟。你只要开心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也希望你跟小凡好好的，明白吗，刘叔？我也希望你跟小凡好好的，虽然我跟小凡也没见过，我也希望你跟小凡好好的，挺好，兄弟。都他妈是成年人，也不是孩子，是不是刘叔？刘皇叔，刘大爹，我晋哥给个面子就。兄弟，咱俩不谈面子，明白吗？你他妈支持我差不多小七年半了，你大多数礼物都刷给我了，我得说谢谢你给我面子。你是我大哥，咱就不说面子不面子，明白吗？你对我啥样，我心里有数。你就记得刘少，以后你记住了，你只要在斗鱼需要我跟谁连麦跟谁干，你就说就行了，这都不叫事儿。尽力再拉，在斗鱼稍微还有一点点小面子的，明白吗？以后你要说需要我跟哪妹子连麦，你就直说，给我发微信就得啊。嘿，他后面图标太好看了。对，咱就不说别的了，我还是那句话，人就像咱那天说的，人与人互相之间礼尚往来，你对我好我都记心里，别的我也不说，说太多没有意义，事上见就完了，你有什么事你直说就行。连个麦很简单，这都不叫啥事儿，明白吗？就是咱家这些大哥对我好的，需要连麦直接说就好，无所谓。因为我是不连麦是不连麦，你有什么需要你直说就行，这都不叫事儿，明白不？说太多都是虚的，没意义。你看你刚才一说给严明送走，严明直接他妈不进房间了。浩哥呢？浩哥用不用给你查个米娜？但是我觉得米娜是不是比我牛逼呀，兄弟？牛逼多了啊！他小心眼儿，谁小心眼儿啊？刘少没明白哦，那谁那个严明，他不是小心眼，不是小心眼。严明装逼呢，他不是小心眼，他装逼呢，明白吗？他妈装逼的，等你走牙就来了，还装逼呢，在那儿。他小心眼，他他妈小嘚儿心眼儿。我告诉你，他但愿能有点小心眼，他也不能，他也不知道，就是不可能给你瞎逗，你知道吗？严明还真不是小心眼儿，严明这孙子坏着呢。我跟你说，我就说这逼贼着呢。我没跟你说，哎，严明现在贼着呢。丫退后看，丫也装看不见，知道吗？贼着呢，这逼贼特相当贼。哎，你明天不出门啊，刘叔？那谁张春泽你咋还不睡啊，宝贝儿？我看你有时候夜里老陪着我这瞎聊天，瞎跟那玩，老陪着我这瞎玩。PK 连麦是有点意思，玩玩。但是确实我还是不太喜欢踢，没劲，无聊。哦，玩小妹儿也没睡啊？你睡吧，等我呢。谁呀？我得给您赔差不多了我再下呀，刘叔别白刷那么多礼物，给我新总都赔睡着了，我再给你赔睡着我也就提活了，咱也不能白刷那么多礼物啊。那谁店主啊，欢迎店主，店主好久不见，店主我也不能让你白刷完我就跑啊，你要聊我再给你聊会儿，你要说睡咱就下，我也没啥太多能力，你要多想多聊我就给你聊会儿，你要说困了咱就睡，我睡不对吧？我刚琢磨过的媳妇儿，我是不是得情商高点？我得赶紧下呀！你睡吧，我是不是感觉我耽误你看他妈妹子了？我操！要不你再点胡说八道。
刘叔，你这样，刘叔，不想跟你唠了，今天。你再帮我点五首就行了。你睡吧。平时都自己唠。你点完五首我就下了，因为说实话，刘叔，我不是坑你，因为你点太多了，我估计应该能出。你看你要方便就点，不方便没。他妈的，订个双火箭你也不点呀？哎，你快睡觉，一个火箭，快睡吧。他妈订个双火箭他妈也不点呢。万一他妈报个一千五千呢，我操！那我抽完烟下，刘叔，我情商高点，我别耽误你。弟弟明白了，我早点休息，给信号了，我就早点休息。对，我没跟你说吗？刘叔就是性情，我他妈给你，你不下，我他妈给你刷火箭，你下吧，点活下播吧。感谢刘叔，破费刘叔，那我抽完就下了，你就看妹妹，你甭管我了，我抽完我就下，行吧，刘叔，不巴巴了，不巴巴了，我抽完我就下，行吧，祖宗，我抽完烟我就下了，感谢刘叔火箭，那火箭点活下播，这活真轻松，以后你就多点点这活也行，那我太舒服了，一刷火箭就得下播。感谢刘叔破费了，兄弟。我抽烟那我就下了，刘叔，那我就不陪你了啊，兄弟。然后你要愿意看看妹妹，你看我妹子也行。我还是那句话，刘叔，就那一句话，你开心就行。什么也别说，开心就行。过一问那不行，那不行。我大哥刷上火箭点活让我下播就下，那下过一分钟再开成啥了？那属于那么滚刀了，玩赖了是不是？刘叔破费了，正好我抽完烟，我下午洗澡去，洗个澡去，操！完了，刘叔，那明天我就还是正常点，我给你发信息，我就等你来呗。我还是等三十分钟，你没来我就直接放，兄弟，你说，确定好了，那明天我看我是几点给你发信息合适，兄弟。浩哥也是啊，浩哥也辛苦了，浩哥。我心总估计都睡了，我心总明天还得忙给我发快递呢，王八犊子。刘叔，那明天我到了，我提前半小时给你发信息呗，然后到时候呢你来了咱就开始呗。给我严叔弄个喜方，可以点活啊，拿个锄头给他挖个坑也行，直接喜方送走。严明现在在底下偷摸看着瑟瑟发抖呢，王八犊子臭狗屎。哎呀，刘少感谢火箭，王那谁大傻你怎么也没睡呢？大傻有时候也老在夜里聊天在房间。我估计我一点前应该能到家啊，没事，我到时候提前给你发信息就得了，猴子。到时候你想明天你想二踢脚啊鞭呀、啊，就刚才我跟你说那个，这么得个，这么长，这么宽，这么厚，那礼花一大箱子。60一个，你看你想放哪个？明白你想放哪个，兄弟？因为什么？我跟你讲一下，浩哥啊，你报出一个1000，因为每刷一飞机你能放30块钱的炮，所以相当于你刚才报出1000。哎，他刚才报出100了吗？浩哥，你看一眼贡献值，没有啊，就1000，等于就1000是吧？不是，你听着，浩哥，我给你把那个东西弄明白，你自己选。也就是说，一个飞机100块钱，你能放30块钱的炮，1000块钱就是相当于能放300块钱的炮，明白了吗？也就是说呢，明天呢，你要想放那个大方花，因为它那大方花呢，就跟咱们放的那个就是大方箱子往上打的，里边有礼花，还有那个闪光雷，就是白天晚上都能放。相当于你算吧，一个那玩意儿方箱的60，也就是300块钱，你能放300，你能一个60，你能放5个，包括那大圆盘那边是160一边，包括二踢脚是2块钱一个，你随便，到时候你明天选就完了，好吧？一码归一码，你就照着300块钱，你要问哪个，我告诉你价格就行，你就选整300块钱就行，明白吗，兄弟？咱也别那假客气，明白吧？咱俩认识时间那么长了，包括刘叔也是，明天给刘叔也多放点，明白了吗？等明天到现场再说，浩哥。
等明天看看，完了还有小窜天猴呢，就一就跟那火箭筒似的，夸夸200个小窜天猴，到时候明天去了再说。看哪好玩放哪。对，你觉得哪个好玩？对，挨个放都行，你明天到时候再说，行不？然后呢，我就下了，正好我刘叔刷火箭点活了，我也下了。浩哥，让你赶紧滚。对，我赶紧滚了。浩哥，明天还是那句话啊，刘少，来了再说啊，咱不多说别的，明天你先看东西，看完东西再说。拜拜，我下了，赶紧下了，火了他妈的超时了，赶紧下了，拜拜。浩哥，拜拜。刘少也是，行，你接着聊了，走了，走了，正好洗澡去了，拜拜。拜拜。